各位朋友好，我是彭启明。过去2天呢，因为热带性低气压接近哦，水汽增多，中南部呢较为阴沉有阵雨哦。那今天已经减弱，转为较干燥的偏西南风。但是，一早呢，在中南部沿海还是有较为稀疏的西南风跟海陆风的交汇，沿海呢还是有些零星对流的发展。早上呢，还是偶有短暂零星阵雨。 那因为今天开始呢，太平洋高压显著的增强，甚至在周末高压西伸，会由目前偏西南风转为偏南风。未来1-2周都是类似的天气，都是典型的酷热的形态哦。那昨天呢，台东到花莲不少地方因为吹很旺盛的西南风，西半部下雨，气流过山后有显著的东半部过山沉降的焚风现象。 太马里呢则出现超过40度的温度，其他地方呢也有38到40度间，非常的炎热。湿度呢也降到40%，又干又热。台北都会呢则有36度，其他各地呢大概是34到36度哈，所以有这个焚风还是不一样的。那今天的大气呢更为稳定。 预期高温还是会持续哦，东半部的焚风现象会稍微缓解一些。不过清晨呢，在不少车站才6点的气温就已经出现超过30度以上，8点呢大概都30几度啦哈、哦，多数车站都8点以上就30度以上。这几天呢，预期会相当的炎热，台北都会呢可能都会上看37到38度以上的高温，也不排除会出现较为极端值哦。那太平洋的高压脊呢，显著的也往台湾附近的发展。 那这几天务必要提防，中午前后热浪的危害哦。那预期类似的天气将会持续到7月底，接下来呢就是要看有没有台风发展。如果到7月底没有，就打破7月史上没有台风的记录。但是以目前各种指标来看的话，在7月底后，整个东亚的大气环流的确有趋势转向，在8月初呢开始有 较有利的这个台风发展的这种现象趋势哦，在这个之前，恐怕我们都得面临未来至少2周的严重酷热天气。那昨天呢，也开始进入民间常说的这种3伏天啦。那这个也分为初伏、中伏、末伏。那不同算法呢不同，有时候是30天，有时候是到40天哦。那这对照呢，下周我们也进入 节气中的大暑，还有接下来的处暑哦，这都是统计上也都是最热的时候。那预测上呢，其实近期在东亚还有全球各地有不少地方有可能都会打破40度以上的高温。在中医上呢，特别提醒哦，大家要注意热的保养哦。会有建议要顺天应时，不要过度的贪凉哈、哦。越是热的时候，越要有所节制。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彭启明提供。